是因为你正是花王的痛心，天魔的阻碍，神庙的背景，迷惑掉做抹去明星的首代王室，玉骨冰心被捕过。小，真是失敬了。弟弟失敬，多受激愤。只是你真确定，花雕族真是武技出身吗？这是另有秘密，还是不敢承认呢？世人听不起秘密。惊奇惊奇，这武功真是出自花雕秘境，人家万妖之上的开世王上吗？伊的背后，有牵连何种惊人的秘密呢？